今天很高兴哦，跟大家一起来读《易经》哈。今天我们讲第六十卦，解卦。那解卦，我们的今天标题叫“何妨吟啸且徐行”。那这个开头哈，标题是从苏东坡这个词呢选出来的。我大学的时候哈，我去修过苏东坡词，修一年。我做该苏东坡，苏东坡以前做水位，做才华，做水位，他就是被贬的。但是他每次被贬，他是很快的。所以我从大学就开始在学中，这种很不简单。然后他闲逛也快乐，他被贬也很快乐。那这一首词呢，其实是他算是他的代表作之一。其他词有几个，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，那个念奴娇嘛，那首可能是第一名哦。那其实这一首《易经》很好，这首呢也是他在46岁的作品，跟我现在年纪差不多。他说什么？他有一天呢，就傍晚哦，还在耕田，然后结束了不想回去的时候，突然下起西北下塞北好狼的大风，然后他说：“莫听穿林打叶声。”听到雨的第一个反应来上金碧一吼嘛，所以就匆匆忙忙，那本能嘛。可是我还想说，你不能为家照一下，还是为家照一下，都阿掉嘛。在一片没有遮掩的地方，你怎么跑都是淋湿嘛。可是为什么人就会本能的会跑来跑去？是不是？其实我话你高点细到一条嘛，不过你细这点的姿态不够优雅，是不是？其实你如果按话就是细细到一条，他感觉在不论怎么跑都是淋湿的。那想通之后说，很多是湿啊，对不对？那和有差吗？那何不利用这时候能慢慢来走，慢慢走，享受这片刻留下的悠闲，是很难得的。你故意要淋雨也淋不到哦，你被淋雨的机会比较少，不淋雨机会比较多。他突然那天突然，你只要转一念的话，就差很多。所以这个解卦呢，我觉得跟这个易经很像。它这个解呢，为什么跟它易经很像呢？我们上次讲这个涣，我们说是理嘛。那理你还记得说我们举那个像洪水，大家丁兆，那所以他也觉得说要各奔前程，要往你未来的前程一直奔波的意思，他有这个意思吗？但是呢，物不可以中理，故受之以解。如果读古文的话，你一定不懂这个意思。物不可以中理，为什么要解？人呢不能一直往前跑啊，你要适度的休息。不能一直想往前冲，我们都把这个话呢解释成往前程奔波啊，为前程而奔波，对吧？为了生命而努力，对吧？但是换句话呢，但是呢，要努力是对的，但是不能一直跑，不能只有工作而没有休闲，所以要适度的停一停。所以解呢，在这里有稍微暂停一下的意思，暂停的意思。那就类似苏东坡讲，下雨的时候大家急着跑，对不对？可是暂停一下，让自己脑筋一下，不要做本能的反应，可能有意想不到的后果。所以我们要读一下这一段经文哦。沙门夜诵迦摄夜，你看那边摄迦摄，迦摄佛以教经哦。沙门是和尚嘛哈，和尚呢晚上呢在弄这个，晚上在读佛教已经，因为想遁入空门啊，所以在佛经啊，对吧？啊，为了要成佛呢，就其身悲谨哈，思悔欲退。他认为说念佛经很重要，而且赶快哦，因为佛经浩瀚无边呐、啊，所以要尽逃掉啊。路太多，就因为要做事太多了，好的书太多了，好的事都太多了，所以要赶快做啊。就越念越急，越念越急，其身悲谨，就让外面听的人哈，这样思悔欲退。哦，你在塔上塔高。就听到这种声音哦，让人家好害怕。本来佛经是讨论做祥和的，因为他这急这急的时候，边上听人家说哇，那些好像好可怕。那越读佛学佛学到人家没从容，不会从容。那所以呢，我是从42章经的《楚中正理章》选出来的哈。我第一次听到42章经，当然不是从这地方，是从《鹿鼎记》的。笑一笑，我没写八部42章经吗？然后呢，那个世尊呢，就富江文雅就问那个和尚说：“汝昔在家哈、哦，成为何业？你还没出家之前呢，做什么工作？”爱弹琴，我是一个琴师。我在回答他说：“我是一个琴师。”
款权如何？那为什么他先问说你什么头颅呢？他用你的头颅来点化你，对吧？讲到这里，现在用以前我一行，因为我比较熟嘛，他们会讲每个行业嘛，就说、如果你以前是弹琴的哈，款权如何？这个弦哈，我不平不暗啊，连连安尼啊，缓弦缓如何？不明无声嘛，人人无声嘛。然后呢，缓弦急如何？啊，变作暗呢，声绝矣。像暗的弦一弹就断掉嘛，弦就断掉嘛，很高亢，但是弹不久就断掉。所以急缓得中午如何？诸音谱调。啊，这个是这样，这句话就是结卦的、就是。在挤的时候要想到缓，缓的时候要想到挤。好、不要一直说好像人生只有工作 ，all work and no play， Max Jack， a dull boy， 那几看在国际部嘛哈，只有工作没有休息嘛，让杰克变成一个笨小孩。好，所以工作的时候也要休息啊，往前奔前程的时候也要懂得休息，也要懂得休息。你不要看说我们讲休闲，很多人不懂得什么叫休闲。我认识一个算是很知心的朋友啊，他是以人谈，这老人他算是一号人物哦、那这些老人的失智哎，他叫没办法名放出来。伊永远就是，伊不结婚嘛，啊下班的时候嘛在想工作怎样做，吼、哦，啊结果伊在想，因为职位做管啊。叫伊想到伊下班时吼，想到靠伊部署讲，我想到就点子。安尼啊，要么就泼人家，就是人家泼你冷水哦。我见你对我多说，因为他们有家庭，没什么，都完全投入工作啊。哎，把老毛都对安尼。那我问他说，你如果不工作，你能想到你要做什么休闲？一片空白，一片空白。所以休闲哦，是在你的休闲，即便是你的礼拜六、礼拜天，像我现在是休闲。我现在休闲了、是在让你的人生完整。你的人生不是只有工作，哦，那这个解也是这个味道、所以你看我们的解、跟解有关的那个，这我小朋友的字典我给他对。节气，二十四节气，节日、节目、节奏、节制、节操、节约、节哀。所以、你发现这解里面都有停顿的意思。是一个节气之后换一个节气嘛，所以不能一个节气一直下去啊。啊，乐谱有分音节嘛，一节就换一节，所以因为有换节，所以能够延续。如果没有节的话，不能一直延伸，那就反正就断掉。所以这节因为停，所以能够往前走。哦，很神奇啊！那因为有停，你一直想前走，不停的话就走不远。这是节当前面，如果后面的主节、章节。所以解都有分段的意思，都分段的意思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个卦哈，风水换，然后水则解，它转180度嘛哈，变一个中卦哈。所以水跟泽这倒过来，水在上面，然后泽在下面，就变成解卦。那为什么水跟泽在一起会得到解卦呢？我们刚刚讲说《易经》有创意嘛，对不对？要是你来解释，为什么古时候的人会把水跟泽摆在一起当作解卦，泽是湖泊水库，湖泊是可以调节水量，是不是？那讲完，迄阵啊水落来吼，你无水库，就较侪水就无落用，你就流到大海去，要么就造成水灾啊，然后就没有。但是你有水库的话，多的可以留着，少了呢放出去。所以利用以，总之叫以泽解水嘛。用这个湖泊来调节水，外面水太多我就收进来，外面水太少我就放出去。好，这个有限，这个无限，以有限来调节无限。喝酱米啊，对不对？你吃得完全世界好吃的东西吗？所以好吃的东西是无限的，像水一样，你的巴肚是有限的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个喝下你买解多年嘛，所以你要想到用无限有限来调节无限，他把这个意思延伸开了、所以解卦是这么来的、好，所以想到要解的话是可以走得下去的、所以说你看只有工作没有休息是走不下去的，
有工作里面要找到休闲呢，就可以让你生命走下去。但是这句话的重点在这两个字，苦节。哦，这别拐重点就在这两个字哦，苦节呢是不可争的。那相对于苦节，实际上乐嘛，甘嘛，所以在解的过程也很快乐。有人做俭，我俭啊做艰苦的吼，啊无俭啊做单身，有人做节俭哦，啊节俭到看袂起，看袂惯是别人开支吼，也变做刻薄，因为他把节本身当作是很痛苦的事情。所以他在强调这节呢是很重要，但是苦节不可争的。如果在你解的过程里面让你不舒服、很勉强的话，这没顾的。任何事情让你觉得做得很勉强，都没顾。你讲囡仔读册就好啊，读册错啦，读册一件好代志啊，不过大家读册做勉强，没顾的，绝对没顾的啦。所以吼，你看囡仔读册，你看表面上账面成绩都很好哦，为啥是苦节啊？以前要一直勉励自己，那有人读得很快乐啊。对他成绩虽然还好，欸，可是他就很快乐，欸，机器人会想吃，所以他想到这节的重点在这苦节不可争啊。好，那这里面我们有讲到这前面的泽以龙水，这意思我再解释，泽以龙水，水濑者除，者除之而以为限，凡物相之而有节之，皆取此相。哦，一个有限的，一个无限的，我们用有限来节制无限，就是讲这意思。好，至其过矣，止于中，哦，故亨。好，所以呢，这节卦就是也是易经的一个最中庸思想的代表。好，太过而不当乎，偏离人情，这叫苦节。节太过了，好，叫苦节。自节则服其性的不可是，自己要求自己苦节的话是违背人性的。节忍则逆其情的不可通，要求别人苦节呢更不可行，更不可行。我们去年哈，我们医院评鉴，啊，医院弄出给他评鉴了。啊，我的长官为了做加工违规，啊，压力足大吼。结果我不知道怎样怎样代志吼，差点被投诉。我的长官我要求吼，那个他自己吼，下班六点多以后就要求一些工作人员留下吼。他可能压力很大吧，就开始发牢骚。因为那时候大家怕不过，就那他发牢骚发到几点钟呢？隔天透早四点。我话听对无？真的啊。啊，有时候你看他已经他自己没有节制说，哎，人是需要休息的，结果因为他位置高的人哈，人家不好意思。我为什么说？因为有一个女生来找我说，一点红光样，一样鬼脸，刚一半脸，啊就这样。所以哈，这个节哈，对上面越上面的越需要这个，因为哈，你的位置高哈，然后你恭维哈，那是不爱听，不得不听，对不？你下开人不爱听，人造啊，对。但是因为位置高啊，你没有节制自己的坏品性的话，哦，波其恶于众。所以我们对上面的要求品德越高，因为，哦，你品德不好，哦，啊，位置又高，哦，我做怎样受受苦啊，哦？所以呢，苦节就是你自节为人性，那要求别人就不可通，有一点埋下怨恨。好，哦，那这段意思差不多。坎欲流而对呢，就是泽嘛。对欲聚，坎欲流嘛，水是一直流，水是无限，但是湖泊容量是有限的。泽上则不会忘流，水流不会过盈，节制下雨。哦，这跟我们讲意思差不多。但这里面要讲说，对秋坎冬，对呢是在秋季，哦，这是对那个四季的坎呢，在冬季嘛。那春夏呢是生发过盛，春夏秋冬嘛，春天夏天呢万物呢一直在生长很多，那到秋天跟冬天呢是要休息的，所以这个节呢，所以我们说跟休息有关啊，哦，也从这里得到休息的观念。好，那为什么说苦节不可争呢？我们看彖传，刚柔分而刚得中，刚柔分呢，就是它这个卦的组成里面有一个是刚卦，一个是柔卦，所以刚卦是阳卦，柔卦是阴卦。啊，谁是刚卦呢？坎是刚卦，它是。一阳两阴，所以是少为大嘛。虽然是坎呢是刚卦，那柔卦呢则是柔卦，所以我们说坎呢是中男嘛，是不是？那个对卦呢是少男，所以他刚好这个卦呢刚好是一个刚卦一个柔卦，所以叫刚柔分。而刚得中呢，刚得中就是在二跟五的位置嘛，
所以它的第二爻跟第五爻刚好是阳爻。好、哦，所以哎，所以呢，在这结卦告诉你呢，就是要有刚有爻，然后要在中点才会节制的刚刚好。节制太多也不好，都不解当然不好。然后苦节不可争，其道穷也啊。过分节制会痛苦，人所不能堪者啊，有违天理人情，有失节制之道。这意思我们刚刚解释过了。好，来，易众以取云啊，贵难而自苛者啊，皆苦节也。我讲啊，一千块吃一顿饭足贵，啊，我唔刚刚叫明仔情人节，一千块唔敢开个、啊、女朋友跟你分手。是不是哈、哦？明天刚好情人节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平常到动不动每餐都一千块，那谁受得了？那、啊、这种特别的节日，那假要搭米要分，所以他节要找要恰当适当好处哈。哎、哦，月以行险，当位以节，中正以通。上卦是险下卦是月，所以月而行险。所以这就说，我们虽然前途有很多坎坷，但是保持快乐的心态哈，一关一关又过，叫月以行险。当位以节，这针对第四跟第五哈。为什么叫当位呢？六四呢是阴爻在阴位，然后五呢是阳爻在阳位，所以这两个位置是当位以节，位置也对。然后呢，它又表示节的最好的品德，很快乐，节得很快乐。所以在这个六个爻里面，四跟五是爻辞最好的。我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解释哈。中正以通呢，是指这九五是这个主卦主爻的哈，哎，刚好就是阳爻都在中位，哦，所以它能拿捏那个恰到点在哪里，哦，然后接下来讲说哈，天地呢是结而四时成，春天呢很好没错，可是不会一直春天呢，时间到就换夏天了，夏天很热，哎，差不多就变秋天了，哎，变冬天，所以要结嘛。所以什么东西都是有事实的解度，不会一路下去的哈。所以节以制度，不伤财，不害民。好，这也解释说四气就是我们喜怒哀乐春夏秋冬，这是天跟人所共有，非人所能续，故可节而不可止。什么意思呢？喜怒哀乐不是你要就有，我们是喜怒哀乐未发未之中，发而皆终结。我们不能要求我们没有任何情绪，我只能要求说情绪来说恰到好处而已，就好像你不能要求天地没有春夏秋冬，但是呢，人刚发生的时候恰到好处，好、哦，所以不能非人所能续哈，但是可节而不可止，节之而顺，止之而乱，故当位以节，中正以通，不通则苦。那这里面讲说，君依于国，国依于民哦，科民以奉君，由割肉以充腹，富饱而生兵，君富而国亡哈，就是说上面的人对下面的人哈，也不能重税了，不能重税了哈、哦。这样没有节制的话哈、哦，统治基础不稳固，这唐太宗讲的。所以呢，其实讲到这边意思都很清楚了，就要适度的节制哈、哦。所以泽上有水是节哈、哦，就因为知道要节，所以我们知道说要制定一定的制度了哈、哦。然后义德性，义呢就是神义，我们德性，让我们的品德一直维持在中庸之道，不太过呢，也不太节俭。我个人觉得我很节俭，其实我对生活需求很低，可是我对人很大方。我太太讲吼，做外朋友跟做外婆惊袂歹，啊做外婆好。因为我从小就是因为都在外面念私立学校，我对那物质要求很低，因为我那房间吼，一间要睏十来个，而且要睡上下铺。上下铺，我以后讲我囡仔讲我听伊拢唔相信，我贵种什么？我们那个吼。七弟，然后就一个小柜子，就是一个这么大小柜子，就这么大，就置物箱那种。置物箱对，啊，你一袋有一包你的大行李装衣服这样，啊，你要把你所有的东西，像书本上都塞在里面，啊，而且那个馒头啊，那个面包要折像四四方方馒头，我只是我喜欢用高药，所以我对那个物质要求其实我不大，啊，所以哈，但是我觉得。因为工作之后呢，收入比以前当学生好很多，我觉得啊这样给啊，那钱在我看来是让别人快乐的方法，所以说如果你觉得你吃一千块快乐，你就拿一千块，我吃一千块我没有快乐啊，所以我不用吃一千块、啊，但是你跟我在一起，你觉得要吃一千块才快乐，那你就拿一千块去吃，我对钱看起来那样，所以我对人比较的好嘛，啊我不会要求别人跟我一样，
因为吼，因没有经过这一段的时候，像阮囡仔吼，伊无经过你继续食这个课程，我你阿达冇问题。真的，所以吼，我觉得说，你可以对自己很解，但是对别人要看情况啊。这是我从易经得到的道理。水无穷而则有限，以有限而蓄无穷。这我刚刚讲过哈，如竹之有节。我们中国读书人哈，一定要欣赏竹子哈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就是用竹子来做我们这整个画的哈的结构。好，这个意思差不多哈，我们就这样跳过去就好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进入爻辞哈。其实这个爻哈，这个爻辞。它整个是有节奏的。好，我们这个从初爻这样一路到对第六爻哈，初爻叫知解，就是开始知道什么叫解。好，那第二呢，知道解以后就过度的解。那第三个呢，因为过度解会引起不好的反应，所以反而不解。这蛮长哦，知解、过解、不解，什么意思呢？一个小朋友在刚学英文的时候，他知道啊，原来呢动词是有过去式的。那中文的动词没有过去式嘛？流水的流怎么写？就是流嘛，一样流加 ed 没有嘛？但是英文要过去式啊，所以呢，过去式大部分要学要加 ed， 所以他终于知道哦，原来有过去式是要加 ed 的。结果呢，规则就过度的滥用，以为所有的过去式呢都要加 ed。就发现很多不是加 ed， 是不是？就发现很多不是加 ed 之后啊，原来都不要加 ed， 还是错。你要厉害是有些要加 ed， 有些不要加 ed， 好、哦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他这前段来讲，我们在学习解的概念里面，就经过正反合三个阶段，开始知道什么，然后过度使用，然后呢物极必反之后，发现啊，原来还是要中间最好。所以进入外卦之后就不同境界了，一个叫安解。因为解而安，因为解得刚刚好，这个时机是要需要解，所以安解。在网上呢，甘解，甘是甜的嘛，因为解而得到快乐。但是有些人呢，花大钱快乐哦，可是他因为解而得到快乐，所以那心境上越来越，所以你就喜欢这个解嘛。那到最后呢，物极必反，就解过头变苦解。所以呢，其实在这个六个爻是有一定的节奏。我觉得这易经哈，越到后面哈，这个编排越符合，一点写后面的人改写的，要不然不会这么合逻辑。前面哈跳来跳去哈，哦不要，因为你看我们每一卦写下来都很合逻辑嘛，对不对？这一定是后面的哲学家哈，用自己的想法去改编的哈。好，我们就开始哈，开始这个第一页，初九不出户庭无咎。为什么叫不出户庭无咎呢？这个解哈，教大家怎么看这卦的吉凶哈，这也是我悟出来的道理。像这个爻呢是阳的，它阳爻就是它有前进的本钱，对不对？可是它前进的里面，它的上下一爻是阳爻，就挡住了嘛，所以有阻碍。所以这时候呢，虽然我能够前进哦，往前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不想前进，因为现在阻碍很强，我先休息一下。所以这时候解是吉的。所以我们说这个也很谦虚的意思怎么样？是我有料我才需要谦虚啊，你不会聊这个谦虚上，记不记？你说我讲一穷二白我很节俭，不对，你能不节俭吗？你是不得不节俭。今天我家财万贯哦，对不对？我讲粗茶淡饭，你这个很节俭。我为人是不节俭好意啊，所以你不能有节俭嘛。就是你说啊，我讲我有脚踏车代步，啊，你两倍为 KBNW， 不是脚踏车代步六安哦。所以用这个解啊，他体会是，你这个解与否啊，第一看你有没有本钱。像这阳爻的话，它是能够前进的啊。可是问题，它前进的它上一爻呢是阳爻挡住它嘛，所以就说，哎，这时候不要猛然前进。所以这时候解是比较好的。那我们用这种原则来看第二爻，它是阳爻，对不对？它下一爻呢是阴爻啊。所以应该可以前进啊，对吧？它就没有阻碍，而且不止它阳阴爻，下一爻还是阴爻，一路平坦啊。所以这时候应该大步前进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它解就不对了，应该大步前进，你反而休息是不对的。好，我们看第三爻，它是阴爻，应该没有本钱往前走的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问题是它前面呢也没阻碍啊，
因为前面没有阻碍啊，他误以为他就能往前走，所以大步往前走是不对的，因为前面没有本钱嘛。他虽然没有阻碍没错，可是他本身本钱不够。哎，我们看第四爻，阴爻呢，照讲是应该要以静为主嘛，啊，上面这个阳爻也挡住了，所以本来就不能前进了，所以他认本分呐、啊，所以就安于解，安于停住了，就有点快乐。我的条件不好啊，前面形势也不如，不允许我往前走，所以不得不解。那人心的形势呢，愿意解的话，就心安理得。那这里呢，你看他往前走的话是没有挡住的，所以他可以不用解，一起随心所欲。啊，那这时候还愿意解的话，因为那位高权重啊，对不对？他当为表率啊，所以他这个解他就来得很快乐。这就是我刚刚讲的，他是有钱人的嘛，有钱人啊，那个有钱人他还愿意表现出解，表现真的乐于解，跟那个没钱的人哈、哦，要骑那个 bicycle 的话是不一样的。好，那到最后呢，已经都到末了，告别怎么会啊？啊，欠一大堆钱哈，啊，还要解，然后这辈子连那个什么五百万价格解过头。你妈呢？哦，一种，我都开始探前面敲骂讲，我没讲过。你光讲公的，爸讲公讲五百种，那都是好玩而已嘛，大家尝鲜，让大家快乐而已。所以有时候节制过头变这样哈。然后或者他初九用于不住户田无咎来做解的意思哈。他说呢，前路为九二阻塞，知不可行，遂能节制慎守，不踏出户外的门庭，故得无咎。他以这个解以不踏出户庭来做比喻了、啊、哈、哦，哦，不出去就是解嘛，就，哎，钱花出去很容易啊，不要流出你的口袋啊，就是解嘛，所以不出户庭无咎。为什么不出户庭？因为知道通塞，因为我现在虽然可以前进，可是阻力很强。我是阳爻，但是下一个是阳爻，阳对阳会挡住嘛，哈、哦，所以让我无法前进。哎，可是呢，孔子在这里哈、哦，他把这个解哈、哦、比喻说哦。把嘴巴关起来，他觉得嘴巴哈、哦、讲话是容易的，不讲话是比较困难的。哦，他说那个读书人哈、哦、好为人师啊，动不动会两边数落一番哈、哦，讲话是容易的哈、哦，不讲话是比较困难的。知道哈、哦、就讲出来是容易的，知道不讲是比较困难的。知道谁跟谁有八卦，看到谁怎么样哦。当作不知道是不讲是比较容易的，比较困难的。然后看到之后马上啊，细嚼酸奶是容易的。所以当君子的要慎密，应该不能讲的时候，知道而不能讲，守得住就是解。他用这个来做比喻，守得住就是解，守得住秘密就是解。他说，如果一个人哈连自己嘴巴都关不住的话，就不能期待他做太大的事情。伊咪关别人，伊关家己嘴关袂掉，伊又去关伊要关别人，那可能关得掉，是不是？所以他把这个密哈，这上下文你们就是在看戏子里面，就是他针对这个解来解释哈。君不密则失臣，臣不密则失身。应该守住的时候没有把秘密守住哈，人家觉得你是不可靠的。机事不密则很机要的事情哈，没有把守住秘密就太沉，无法成功。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言。慎密的就是解，那我嘴巴哈节制，虽然我知道五个没够，不是说我知道事情都必须要讲的，好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能慎密而能知通塞哈，知其不能通则止而不出，正所以为慎密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他自己强调说，你可以讲的时候你不讲就叫解，你如果不知道而不讲那不叫解，而是你知道的时候你还选择不讲才叫解。所以这个节卦呢，其实也标示说哈，我们心理学上说是一个品德哈，品德好像说哎，能力、智慧跟品德，其实在心理学上有不同的定义哈。是一个能力，这个能力很强，能力就是由不会变会叫能力。本来不要骑卡拉车，啊，变得会骑卡拉车，这个能力呀，由 unable 变 able， 不好能力嘛哈。那是不是一个智慧？从不可能里面看到有可能，不可能是不是黑就是白嘛，就发现哎有灰，
好，一个智慧。那什么叫品德呢？在可以的时候说不要，哦，在可以的时候说不要，跟这个观念是一样。我知道呢，我可以讲啊，但是我选择不讲，就是节制哈。好，那这里面我刚好看到这个新闻哈，蒋伟宁下台哈，因为这个论文抄袭嘛。为什么我这里会认为解呢？其实现在如果你在医院、在学校中，现在那个论文抄得很严重，随便挂名啊，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因为那边剩 SCI 点数嘛，他很冤枉，他觉得说他也没有写论文，哎、啊、呀，他被他挂名叫他下，他觉得很冤枉嘛。可是我觉得他不冤枉啊，他挂他的名哦，他的名被他挂哈、哦，他有积分呢，有积分哦，所以说以你这样猜哦，他上了国科会去登记他的积分哦，所以他怎么没有好处呢？虽然他这样是小事一桩啊哈。可是我觉得他自己讲的太无辜哈，这个我觉得品格不够高雅，因为他时常得到好处啊，他被他用的时候，他有时候他我无辜被他不对，你不是无辜的，因为他上国科网站去查，他有去算积分，他把这个算进他的积分。那为什么讲这叫解呢？你可以的时候，但是你没有选择不要，是不是？他当然可以要求你挂名，但是你如果这时候你不要的话，那就好了，所以我都到君子的境界。你晓得吗？那对品德要求，你在可以的时候说不要啊，你可以拒绝他，那你没有拒绝，那也是不对啊，你哪里有无辜呢？好，那第二个，不出户庭凶，哎，一样的咬死，在这边凶了。好，那你就懂我刚刚举的道理，在这里也是不出户庭是无救的，在这里不出户庭变凶，为什么？在这个地方啊，前面一片坦途，他要往前走的、啊，对不？进来在过来探险，你说我要休闲啊。但你有坦心多紧啊，是不是、哦、所以他这个好像那个时机啊，一样的行为在不同的时机做是不对，不一样、哦、恶有刚中之德，前有恶因、哦、这是路途通畅之时呢、哦、但是呢却足不出户，这样是不对的、哦、所以一样是解，要看你的时机、啊、这个我刚刚解释过，初九跟九二老此一样，但是意思是不一样，所以要看你那处的情境哎、哦哦，刚好这一卦在准备的过程里面，很多时事都刚好跟这有关。胡志强发表了一个什么？他的那个竞选的录影带哈，他说逆袭陈菊，哇，陈菊不衰啊，套在改换的新闻气爆。我给他取了这位，因为我家住高雄，大家以为我家，他那边是南高雄，我家住北高雄，差很远。他山东那边没影响，气爆的地方。他这个录影带呢，说陈菊怎样？公债欠太多啊、哦、高雄市政府欠债欠太多啊，不像我们台中哦，拢无欠少，哎，盖好对吧？那一个政府呢，有没有欠债，这件事对不对？我以前刚买房子的时候，我贷款，我个人厝较少，我贷款买厝，我爸讲，哦，你借钱买厝，伊讲伊阵买厝，我用现金吗？我看你买厝懂无？这哪十万？这个可能是我买成的上额，哎，当年的话四五百万，这当然不止啦。你这样少年家叫伊拢买，用现金买厝，只是让我们买厝，是不是？那所以他的逻辑跟我是不一样的。伊阵讲伊要买厝的，达十万现金统一压好，我要不走啊？甲要是对方赶快。他很难理解说，还有他贷款买房子，他20年才那个房子才是你的，啊，所以欠债对不对？欠债是种投资嘛，借钱是投资，那借钱啊，你还无借钱，你看捷运怎么盖，高铁怎么盖，你钱无得碰啊，所以咪讲借钱很对嘛，所以伊偏讲人借钱唔对吼，你看诶，即款高雄诶啥，会议展览中心啊，盖得像雪梨歌剧院一样，哦，盖好了啦，7月1号启用，在那个成功路，高雄展览馆，这不是模型哦，这真正哦。他第一个呢就展那个游艇，在汉神百货附近，啊、嗯，第二厅展，啊、嗯，哇，你看多漂亮，这溪河啊，哦，在河边，啊，这过去得气爆的地方，这远一点，啊，人欠钱，人有做物件啊，人去借钱，人有做什么代志嘛，对吧？这个台中哦，这不准嘛，这模型嘛，哈，因为每人讲借钱，人。
咱做几单，伊甲伊做伙上任，咱做一个啥会议中心啊嘛对，啊伊做底模型，这连地都还袂用好。这大概不会了啦，这大概不会盖了。啊，总之呢就没有嘛，总之就没有嘛。哎，这台中科技，这刚得啊，九年的市长了、啊，不止九年了，你九年花掉了，十三年了，这刚得啊。所以说你讲欠钱的不对，节俭一定对不对、啊？现在的观念、哦、金融流通哦，适度的举债、哦、是对的。适度举债是对的，所以批评人家哈，欠钱哇，这个哈，窟窿乡下人，哦，真的，来不揭弱则揭弱，不救。我们说过这六三呢，他应该要解的，可是他位置高啊，那他是不想，因为呢，他位置又高，然后前面又没阻碍呢，